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金针菇妈熊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加关注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《哆啦 A 梦》第一卷《赞美口红》。这件衣服可贵了，是不是？太艳了啊，是吗？哈哈哈哈！我总觉得像什么东西，像什么，像金鱼。就算我说错了，也不应该把我吃的点心拿走啊！怎么啦？哈哈哈哈！妈妈也太容易生气了。你在画画，好久没画了，难得有这份心情。大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坦率的评价吧。我只是说了实话，为什么打我？你的嘴太笨了，所以老是吃亏。谁都喜欢听好听的话，不喜欢听批评。可是我该怎么说话呢？那好，就用这个吧。这是什么？赞美口红，涂上了这个，就会说出让人高兴的话，你这个大傻瓜、大笨蛋、大蠢货，什么说这么难听？弄错了，这才是赞美口红。刚才涂抹的是吵架用的骂人口红，重来。你仔细看，你的脸可真帅呀、啊！真的吗？就这样给人家说好听的，我也试一试。哆啦 A 梦，你胖乎乎的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对我说好话是没有用的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奇怪什么呀，妈妈，你为什么不做演员？说什么呀？你真是太美了！哇啊！小孩子不能乱拍马屁，爸爸，我真幸福，能有你这样的好爸爸。别拍马屁，哇啦哇啦，哇啦哇啦，给了我那么多点心和零花钱。我听着都替你难为情，再找几个人试一试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，妖怪傻瓜？咦，一支口红，喂，在干什么了？干什么？死老头子！有生以来头一次有人这样夸我，大熊真好，再多夸几句。他是这儿脾气最古怪的老头，试着拿去吃吧。哇啦哇啦！这条狗以前见人就咬，汪汪。不用了，这是我偷来的，请收下，玩够了吧？哇啦哇啦，抹上了骂人口红，糟糕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